这两天北京冬奥会的周边纪念品被网友纷纷点赞，尤其是冬奥徽章，网友直呼设计 YYDS， 快来看看你最中意哪一个吧。龙舟蹴鞠的古代运动徽章，四大发明徽章、文房四宝徽章、十二生肖徽章、民俗徽章、冰墩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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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冰墩墩、冰墩墩、冰墩墩、墩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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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还有夸父逐日、嫦娥奔月、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徽章，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徽章。好家伙，居然还有食物徽章、冬奥会项目和场馆的徽章，但是好看的徽章实在是太多了，小心真的数不过来了。对了，你收集到几个了？嘿嘿。